11月24日，作为补充福利和医疗金融技术解决方案的市场领导者美国健保公司，在天普市宣布与美国最大的传统中药材美国西洋参、海味、中成药、亚洲珍馐供应商德成行展开新合作。此合作将允许各会员在洛杉矶地区的5间德成行门店使用他们的医疗保健卡购买经核准的健康产品、中成药品和日常健康食品。德成行这一次非常荣幸可以跟美国健保公司 Nation Benefit 的合作，也是因为呢，在德成行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线，从亚洲中成药、传统的中药材、海味、干货，甚至是我们所有日常生活会用到的一些食品呢，加上德成行在包装还有产品等级分类的规范以及库存跟货号的严格把控下，才有这个机会可以和美国健保公司达成合作。如果你们到65岁以上的老前辈，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健保卡啊，然后这个健保卡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有用的，可以在我们德成行买很多的东西。现在因为以前都是你们要去西药房啊，跟他们那些地方买西药，但是现在你们可以来到我们德成行，我们德成行的产品很丰富，我这里接触很多顾客，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现在都很高兴啊，来我们德成行可以买到他们自己喜爱的东西。主办方还介绍，今后如果您持有 Flex Card OTC 福利津贴，可以在德成行购买超过10000种产品。根据不同的健保公司政策，完成如视力检查或定期服药等健康小任务，健保公司会将奖励津贴存入您的 Flex Card 中。这笔奖励津贴可用于购买健康食品钱包和非处方药品钱包中的所有产品。